最重要的不是名氣，亦都不是銀紙，就是大家當作我是一份子。呢個完全係嚟自你哋嘅支持。咁啊，當然我呢四年睇到好多好開心嘅嘢，經歷到好多好開心嘅嘢。不過都知道咧，每一日我哋起身都會面對一啲困難，最緊要係大家團結，啱唔啱？送俾大家，立立亂，Let's go。